赵大人，这就是你口中的精兵强将，倒是让本将军开了眼界。赵某本是文官，若真有什么精兵强将，我也不至于去偷粮啊。本将军见笑，见笑。哎，兔崽子们，赶紧开门！你大哥我回来了。大哥，你怎么投靠朝廷的狗官了？别乱说，本将军给咱们送粮食来了，快点开门！粮食，快开城门！开城门！将军，这回这么多红薯能顶一阵子吧？这是哪来的红薯？阿克奇送的。阿克奇啊，有劳二位大人了。将军何时找到了阿克奇？怎都不同军师说一声？军师在外调粮，还没来得及说呢。若日后将军再有需要联系爱坡国，请交由在下处理。脸脏了。啊！将军，我把红薯烤好了。粮食有限，我和军师共吃一个。嗯。公子，郡主。公子。你果然没有猜错，蒋洛真的来抓人。不过王曲和石大人的金蝉脱壳之计已经把大家都救出来了，不用担心。来，在下已将搬家人已暂时安顿在城郊一处密林小屋，四周布下警戒，安全无虞，还请勿忧。朝廷局势诡谲难料，还请多加小心。爹娘还有弟弟没事就好，此刻我也只希望蒋洛能够早点醒悟，体恤天下，真正解决饥荒。不可能，他那么讨厌的人怎么会死呢？八恒，八恒，你出来吧。这是做什么？大恒，你出来！里面危险！